听说你们在斗罗大陆的世界看见了我的分身？哎呀，好歹我也是个龙皇神皇双神位的顶级大能，有几个分身不还实属正常吗？完了，太尬了，我有点装不下去了。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你们好呀，我是面包。最近和技术组的同学研究了一下，能否把我自己做进游戏里，结果还真实现了，没过几天就弄出来了。你们梦寐以求爆锤面包的日子要来了啊！首先从签到里兑换个卷轴，然后拿在手上右键点一下，你就能看见这个画面了。面包分身挑战，击败后还会有很多奖励。那么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哎呦，这场景搭建配合我的光影氛围，挠一下不就上来了吗？然后我今天网络有点问题啊，皮肤加载不出来，所以等会儿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名叫面包的爱丽丝向我发起非常猛烈的进攻。不过不出意外的话，你们进游戏应该是可以看见我的皮肤的。这个分身的强度呢也不太大，当然可能是被我这个正主给压制了，毕竟我才是本体嘛，分身把本体给消灭了，属实有点倒反天罡了是吧？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进来体验一下，看看是你把我爆锤，还是我反过来把你按在地上摩擦。看见这串数字了吗？打开你的QQ，搜索这串代码，在群文件就可以下载同款游戏了。虽然是双端互通，但还是要注意手机下手机版，电脑下电脑版。哎，这个地方够大，来在这儿打。小样，被我刮了这么多血，居然还这么嚣张，胆儿挺肥呀、啊，真敢跟上来，这魄力随我啊、！Nice， 成功击杀，奖励也是瞬间跑到背包里了。至于那个宝箱呢，我就不开了，给你们留个悬念，只能透露一下，里面都是好东西，花点券都买不着了。以为今天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吗？怎么可能？按照以往的规矩，必须给大家送一波礼包是吧？即日起，在对话框输入KITMB888，就可以领取我为大。大家准备的大礼包，新老玩家均可领取啊！活动限时7天，错过了可就没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